个世代不能没有张惠妹。如果你愿意说，有没有想过我？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张惠妹，每场都到的吕先生，每场都有的一嗓子喊，这不是 CP， 这是歌迷内心深处的呐喊，歌声把演唱会推向更大的高潮。没有张惠妹的音乐是不完美的，紧随着南京场的精彩落幕，张惠妹 ASMR 世界巡回演唱会咸阳场于5月25日定档。大家好，我行了，今天就来和你的偶像重聚，共同感受震撼人心的舞台表演。出身台东的张惠妹有最后的天后之称，最成功的跟最本土的天后就是张惠妹。回归音乐，回归纯粹，是张惠妹 ASMR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旨。她的演唱会现场，粉丝的沉浸式参与往往会地动山摇，她也曾因此遭到了小巨蛋七年的禁演。她的音乐有着强大的爆发力与情感支撑，让歌迷满心的情绪得到安慰和释放，能让你哭，能让你笑，也唯独在张惠妹的音乐中，无数人听懂了自己的心声，一遍一遍去循环，不舍不弃。前奏一响，拾起多少人的回忆，万人合唱听喊，屏幕前的你眼泪也是否随之落下。唱了20多年的歌，他将惊险制造的歌单献上，西裹夏日柔情的风，倾诉一路走来的音乐故事，让陪伴更久一些，让这个良夜追溯那些青春里的笑和泪，与阿妹相拥。咸阳站，阿妹果然解锁了新皮肤，当解脱旋律一起，是谁的 DNA 又动了。台下歌迷对歌曲倒背如流时，令阿妹忍不住流下了感动的眼泪，粉丝苦死在这激动的氛围里。这就是偶像与歌迷的双向奔赴，不远万里有约，只为见你一面，听听你的声音，看看你的脸庞。谁懂啊，刚刚唱完抒情歌又随即切换到大型蹦迪现场，这脑回路只有 ASMR 才能做到。就说谁能不爱吧，现场氛围嗨到爆棚。你说的是我太软弱，你说的是天在作弄，你的坏让我太无奈。
更大的惊喜又出现了。站在高岗上，从未唱歌的歌在咸阳场开唱，现场氛围真的超级无敌，全场荧光棒跟随节奏一同挥舞，人生也就那么几个瞬间，值了。亲爱的，准备好这一次的巡演第一次唱歌，这首歌你们会唱的，我想听到全场的声音，大声的跟着我唱，双手递给我，跟着节奏。压轴还有返场惊喜，不得不说咸阳真的赢麻了。南京歌迷表示，我想哭了。全场一同大合唱祭起。阿妹讲，演唱会第一次安可割了咸阳，同时也表示了对南京歌迷的感谢。全世界最好的阿妹啊，你值得歌迷的奔赴。亲爱的，他们其实也吓一跳，为什么我忽然间出现？其实演唱会我一直以来是没有安可，然后呢？谢谢上一场的南京，他们这么用力的喊我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准备，所以我回去一直在想怎么办，如果你们一直在喊我，我要不要出现。老师我们可以唱什么？这样子好不好？老师你弹什么我们就唱，好吧？你们也要跟上啊！哎，字幕那个前奏一下来，字幕就要给我来。咸阳站完美谢幕，令歌迷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。张惠妹的音乐曾是耳机里循环播放的最佳安慰，她用温柔深情的歌抚平了那些年的急躁与不安，让一位位少男少女迎着信念走向勇敢。久别重逢，张惠妹的歌依然富有魅力，让人心动。
谢，谢谢山羊，谢谢，我爱你们，谢谢，拜拜。压抑的眼泪在这里疯狂。